哎呦，这小走位有东西啊，高手高手，完了。哎，坏了，补刀出问题了。哎，完了，怎么补刀有点问题啊？妈漏四刀了。啥意思啊？这直接就来抓，骨子里更要命的。哎，好像是，可能是因为皮肤的原因吧，我补刀有点不够稳，补刀有点傻逼啊，还少用别的皮肤吧，这个手感就确实是不一样的，那有一说一啊，可能真是皮肤的原因，换，也不好说，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菜了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菜，也有可能是皮肤的原因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两个都是、啊、我的职责就是不让珍贵的文物落入恶人之手，那个女魔头就是毫无疑问的恶人。没有比老虎更酷的东西，对，我就这么说。他感觉从知道吗，先不说 Q 的准确度了，从补刀上来看状态就有点不对了，补刀状态已经感觉有点怪了，补刀挺影响的呀，挺影响 Q 的感觉的。哎，来感觉了，感觉好像找到 Q 的感觉了哦，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手有猛虎，轻抚蔷薇。
是不会死的。走了吧，这个线跟我没关系，已经进去了，这个线跟我没关系了。一个邪恶魔头对上一群能人异士，还有一只能虎之龙，谁敢跟我赌一把输赢？哎呦，点了三级 Q 嘛，伤害这么高。艰苦磨砺，闪闪发光。伤害好高啊，感觉，感觉点了好像三级 Q 呢。看，一个 Q 160的血。牺牲自我拯救大家，如果啥意思？不是哥们你卡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卡了？这显得这我没懂，怎么原地不动的？是不是卡了？不然这显得我杀你很没技术含量，真有点没技术含量。男枪男，大家大招的。信任朋友需要勇气，但他们从未让我失望。拿 Q 两下，啊，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好吧，举手之劳。被打出来了。白天研究学习，晚上惩恶扬善。那什么时候睡觉？他们下路控制链太多了。
啊，小机长来着，这显得我这个闪现来救你很尬呀。你说是吗？我闪现来救他感觉就有点尴尬了。我们做对尴尬，再易碎的东西也有强硬的时候。我犯了错，当时你知道。我太信任你了，我的人还没到，还真是，奶妈人都还没到，他就上去了呀，这跟信任不信任好像没什么关系吧。书法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原来跟陶瓷有这么大关系。刷下异性的 CD 主要是。所以刚刚帮他 Q， 一方面是帮他 A 一下，一方面是刷自己一技能 CD。哎，两下不够吗？没办法吧，那就对刷呀。我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呀，就跟他对刷。莫急，你别急，兄弟，马上到。OK， 坏了，坏了，好像爆炸了。我急了，我喊他别急，我好像急了。哎，好走位。哎，哎，我的，我想上去补伤害了。一方面想上去补伤害，一方面想上去帮忙看看能不能挡一下子弹。拼啊，感觉不如他死他的，他死他的，我收割我的。哎，是他死了，那我还有后续的呀。干嘛上去这样子打？阿木木这个位置有点好啊。静不在，小心上半区。静不在中路站着的话，可能会去上半区。为什么丽桑卓宗的人？哦，先往下走。要不然蹭五十块钱，我来蹭五十块钱。哦，蹭了100块钱。我身手很敏捷，无论是冲锋还是撤退。会有天赋。赚麻了，
安妮死这一次转的简直转的不知道没边了，真转的不知道没边了呀！一个头换中路三座塔。只要我在，就不会有人心碎。哎，还有鳄鱼啊！我都不知道还有鳄鱼，没见过，真没见过他们鳄鱼，不知道他们鳄鱼在哪。现在才发现还有这个。中路一个。警醒。下路线有点差了，不要小龙招了，来妈的同伴还在拉扯。把线推掉就可以这样走，小心阿木木，阿木木应该站好位置。他确实奶不到，他真没道理，真没道理点奶嘛，我说实话确实没道理，人家的位置跟你位置差这么远，我奶了。那是这是实话，这确实实话。我在旁边可以帮奶妈证明啊，这不奶妈又没闪现怎么奶，这不那这倒是实，确实。啊 ，EZ 被动能叠八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能叠八层是无敌的，什么时候能叠八层啊？八层真有点变态了。
小心点啊，哥。好有几个守护神也需要好闪影，我一定会让大家安然度过这场游戏。Okay.